收到。
感谢感谢咱公鸡堂，哇，咱代表请公鸡堂，咱家帅哥，谢谢你们，感谢您，感谢，大家拍一个拍子好不好？感谢您，哇，今天是咱的公鸡堂啊，所有这好朋友，咱这弟兄们，大家拢是为着咱的生命来牺牲奉献付出，因为来牺牲奉献付出，嘛是为着咱台湾。希望咱台湾会当平安、富强、有稳定。这都今仔日上适合咱2020年，咱的新年嘅主题。这是台东，是咱新村新正下关礁的小过年，正规工来挑战祝福。有来自咱台地，阮就是伫咱台地。咱的北斗淡水嘛，咱的淡水，咱的北斗嘛淡水嘛，做作些，而且邮局、寺庙，拢这个性格来把咱扫下架。因就是希望，我咱大家会当在咱家族里，2020年，我们各族各人，都分享我们欢迎光临上帝的福啊！再来，把咱的祝福。最重要就是因为咱的北头嘛，做人家，所以咱大寨这个北头，大地区这好朋友，真多在这。大家有时间机会，咱北头嘛，家来时常来家参拜，来去尊重着行行哩。有时间机会，无去也来到阮西里，西里福音局，我做欢迎恁大家，你再来看下。来个嘞，我们的太平嘛，把它祝福。老去行淡水老街，去淡水渔人码头，就爱去淡水后游江，咱的淡水嘛拜拜嘞。上重要就是咱的台北城，咱的江景、江景城、公子堂嘞。真正讲，这阵少年家，值得咱大家给拍一炮啊哩！再次感谢你们，这些帅哥美女，谢谢你们。